哎呀妈，我走不动了。不是你说要和喜欢的男生一起走回家的吗？我错了吗？现在才知道，原来电影里都是骗人的。要不然，你还真是不客气啊。有默契，谁还要客气啊？ 网友说的那些话，你还是很在意的吧？对不起啊，没想到还是让你这么辛苦。不会，人一旦陷入到自己的软弱之中，就会一再的软弱下去。他们就是想看到你摔在地上，摔在地平面以下的地方。但是我男朋友是白斐丽啊，他才没有那么容易被打倒。 你见过下雪吗？这算是送分题吗？我认真的。之前在苏州，你阴魂不散的来找我，那一瞬间，我以为下雪了呢。等演出结束，就带你去看。 还有好多好多事情想和你一起做呢，就怕时间不够。不用急，我们还要活很久很久呢。活得再久也不够。那就过好每一天吧，每天做好一件事，一周就可以做好7件事，一年。 就可以做好365件事了，好不好？嗯，你说的对。对了，用手捂住耳朵。不是我的耳朵，是你自己的。哦。左右按一下，这个就是走在雪地里的声音了。